这是 Ocean Park， 全港最大型水族馆餐厅。熊猫我最懒。潮海龙。香港老大街。这红豆做的很像那个恒虎的黑糖糕，这个牌子是好吃的。动作是很慢。总之整个整个山都是山。蓝木，就是它这样的声音。哦，谢谢。低了都有感觉。富豪雪糕，香草口味的，好吃。哇，今天天气不好。都是，这个就是他们街边大排的最道地的美食街。哦，它的味道很香哎，鱼蛋也算喜欢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in Life。今天呢是我在香港的第二天早上，那今天要跟 Vicky 的家人去逛香港的海洋公园，进行一日游行程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出门 ，Go Go。这是星期六的日常。我们现在在金钟站，下一站都到了海洋公园，耶！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，啾啾。这是 Ocean Park。对 ，Ocean Park。海豚造型的，好帅哦。我们来吃这个全港最大型水族馆餐厅，海龙王餐厅。他感觉是流氓。爱吃竹子。哇，熊猫的便便呢？还是湿的哎。熊猫我最懒，它一直在抖哎。小王子 crossover 海洋公园，这是荷包蛋。哎，对，荷包蛋好可爱哦。乱干。Thank you.
出名啊！就我刚刚是整本来盖。不用油了，看一下。现在蛋糕变浮雕的。对呀。哇哦！这个是潮海龙。这个很像我们在佛光山看的那个灯笼哦。哦，我们来到了刚才吃午餐的楼下了。我们刚才在上面吃饭。你知道吗？这是观赏屏幕的实际厚度，68厘米哦，68公分。对，就是刚刚这里，你转过去看那个那个鱼缸的厚度有68，是这么厚。哇，里面有厉害一样，水流水压，所以你没有那么厚的话，它就爆裂开。对。哎，哟，这个手可以伸进去。Jelly Cat 了。Jelly Cat 很贵。Jelly Cat 是很贵的。真的。真的。香港老大街。好怀旧的感觉哦。然后去缆车站。果仔糕吧？对，没有。我们买一个鸡蛋仔来吃。哦。那是果仔糕吗？是红豆做的，哎 ，Rabbit 烘焙，哦，好多红豆，对呀，吃起来是什么感觉？你要吃 Q Q 的吗？对，你吃一下看，我帮你拍，看一下吃起来是什么感觉。很像那个澎湖的黑糖糕，超像的，我感觉很像。好吃的，非常吃的，非常高。你会说它的名字吗？果仔糕啊，嗯、好吃呢。嗯。最后一口。好吃，对。这个牌子是好吃的。妈，这个就可能有连锁，哦、那个就妈咪。妈咪对，妈咪是蛋仔。米其林推荐。哦，米其林的。哦，有哎，连续6年。连续6年。妈咪是蛋仔。好热。
你是买港式奶茶？要给我喝了。是奶茶，英国。嗯，赞。甜品的一品啊，你啥？甜品的。嗯，茶味很重。哎呀，没。哇，出来了。哇，真的很懒啊。他抓痒，对，两指而已。两指数码，数码，这叫小训。数码套餐。动作真的很慢。耶，来去搭这个三缆车。有钱人的地方这边都是，哇！一望落去真系脚震噶喎。系啊，而家脚震，望落去真系脚震。连呢度都未，就系咯，仲要落落去嗰度，你见到摩嗰个叫哇，仲有过山车嗰度就系。我以为上到嚟呢个道，梗唔系啦，呢度公园路去边度落车？游乐园到了。还要下去哦。错。然后那边就是也是海洋公园，这总之整个山都是海洋公园。哇。这个乐园是很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缆车留影。我们去南极体。好，我们坐了缆车之后来到了游乐园，哎，这一边都是游乐园居多，哎。我们来玩这个动感快车。要排队。对，去迪士尼就要排队了。没人。有啦，前面有人。没有那么多人，有风景，有 sea view。他走了。拜拜。珍惜手机。别拆了，切了，就坏掉了。就我在上面没有任何的感觉。多谢您找。
凤梯上去了。看凤梯。哦，那是看风景哦。我以为那个会直接下来。那个很难。哎呀，不能加油。对。丢沙包喽。好，很轻松的。哎呀，这几个哟。哎，你再好几点？我讲嘢，哎，不是你这边。好嘞，蓝绿。哎，都系中奖，你好，多谢。推荐。哦，你嘅咩？坐海洋列车回去刚才那里，是去三峡。我这个都开始在车里。是这个新业绩，也是大排档哦。不错，很像百威。蓝威，是吧？嗯。蓝妹，哟，这是蓝妹的牙签，潮式卤味拼盘，对，这是红茶，红茶，然后居宜改一株，然后喝茶，嗯，有株大茶，然后后面下面就是有牙。哦，九步鱼好饼，里面有鱼跟蚝就对了。对，我说我是不是等下养走？冷淡哦。我再看一下兔，蘸一下兔看。它好像吃起来跟那个鱼很像。很烫，刚炸起来啊！这个是炸弹，炸弹老饼。台湾的好，说改变是不一样。哦，对，它是用蛋下去弄的。有些我要收。蚵仔酥。定係鐵板燒牛骨，或者係蛋燒牛骨。
海瓜子。哦，海瓜子。就是这个吧，鹅，你说。鹅片。鹅片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烤青蛙肉。让我吃一下。那为什么叫啾啾呢？就是这个声音。哦。对对，就爽爽的鸡肉，鸡腿肉的感觉。台湾跟中国可以吃的吗？会吃，有吗？但是我没有吃过。那肉比较结实一点。完食。现在吃完饭，我一个人在和文田，因为我女朋友他们去看演唱会了，然后我要自己一个人行动，我要去旺角。哇，我到了！我的天哪，你们两个到哪里？我们来吃排队的富豪雪糕。富豪雪糕。傍晚的女人街，我来到了尖沙咀，我们来看一下维多利亚港。哇，大城市，好久没来了，好怀念哦。哇，好多人哦。接着这里走进去就是了。哇，今天天气不好，超雾的哎，那样呢？空气不好。
哇，人超多的。空气不好，都是雾，跟去年来差好多。去年来是一片清楚，这次来是一片雾。耶、yeah, ！我到庙街了，逛一下。女人街逛完，换逛庙街，这风格不一样。他卖的东西好像比较不一样。看一下这个假娃娃。多少啊？两个，两块，好烂哦！成本很高的。这个我上次来过，这个就是他们街边大排档最道地的，就跟夜市一样。我们的夜市好香哦，都是快炒的味道。我靠，这个不是我在抖音上看到的那个吗？这里有我的菜了，美食街，来看一下，想喝个这个，新鲜现榨，35块可双拼，想喝个火龙果跟芭乐好了。我的没有了 ，OK。我的好了。你有个，哎，有没有个？哦，买好了。白火龙果跟瓜瓜芭乐。嗯。哦，芭乐味道很香哎。好吧，喝不出有火龙果的味道。哇，这牛杂看起来很爽。爱心薄饼。地利牛，骰子牛。台湾美食很强哦，哦，鸡腿。麻烦我点个杯子，不该做他了。串烧。大鱼嘛，糖葫芦。拉串。这个应该很赞。有没有看到他的东西？鱼蛋呢、啊？鱼蛋一串10块。一串是吗？就你。鱼蛋呢？是一串烧麦，鱼蛋吧。哦，一串呢？嗯，跟台湾的。跟台湾的鱼蛋不一样。本身就辣了。好的，各位，那今天过得很充实啊。香港不知道这一天是某一日游啊，反正早上就是啊油管一日游，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，准备走去我们的酒店了。OK，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飘飘，记得喜欢，还没订阅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